感谢咱啊两位主持人啊，咱咱聚会啊，咱的啊常委啊啊，以及啊咱台南县东部啊咱的几位这位啊啊在座各位家乡台湾支持民主，各位国家的主人，各位老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马英九执政七十多年来，规个台湾陷入一个司法迫害、抄家灭族这款的新的白色恐怖的时代重新来临。各位，台湾现在的上大的就是检察官，即个检察官起诉，最后若判无罪，伊也无代。检察官甲你冤枉，第几号官，最后判无罪，伊也无代。这个中间也有可能。因为安尼做情况，伊共冤枉的案件冤枉了后，结果已经成官，伊拢有点负责任。台湾即马检察官就是即款的，无需要负责任的制度，造成今仔日台湾的新的白色恐怖来临。各位，咱知影，阿边个即个案件，迄个曾祖起诉了后，要甲执法，原来的法官周占春认为呢，无符合修案的条件，甲驳回，我就在这大家意见拢平静。驳回了后，特侦组的检察官搁在提开异议，提开异议了后，最后，咱看到规个电视的所有的警嘴，那也威胁，一种把周占春追杀，电视内底。周占春叫这些南洋的媒体，大家修理，修理到最后，竟然发现案件中途换法官，这个严之严重破坏司法的道德，耽误司法，所以这个换法官，这是非常不对。干部诸位，要救！好，我们回家去管，管法官。各位，所以这在讲，以台湾司法处一件非常不能无法断接受的代志，包括树林电话里的议长，包括真济法官。用正式写文章，认为这个中途换法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迫害司法毒品。这就是用政治、用威胁来控制司法的上届部队政府战争。各位，那么这个案件，特侦组调查。非当的起诉，那么调查中间所有证人拢传了了啊，该传的拢传啊。要讲个你啊，起诉了后，就爱甲放出来，放出来了后，我有一个告别机会，徛伫法庭来
在金主的观念，各位，但是呢，去做了继续个修啊，修啊一届，就另外找另外一个理由，讲另外一个新的案件，所以呢，就答应啦。每一届修啊到期，就找另外一个跟本来讲相关的案件，就答应啦。各位，这就是让大家无法度通接受，这就是今仔日愈来愈当前担水的人愈来愈多，对不对？每一代人啊，时间到啊，这个找一个理由，甲起诉无关的新的理由讲，讲一条，多点啊，人啊，各位。那么这个是予咱看袂过，今仔台湾的司法，也毋是干呐做，但最近咱的前总统安尼，各位，最近你也看，一件一件抛家灭族，所有电影过去民进党担任过公职的人，几乎大家拢用锁定，连做官市长嘛用锁定。所以婚姻都离婚难结婚，几乎差不多都能锁定。所以我大家报告，我大家拢都清楚的，我们是提着头在干的，随时都无不一样。所以作为一个民主进步党的勇健的人，我坐伫这个位，都非常清楚。国民党随时咧甲你叫嚣，随时咧甲你碰你。各位，这个是今仔日咱所面对的处境。各位，你看咧，司法制裁，你是干呐？对大亚洞，咱即卖大亚洞对咱的金总统爱出这个做法，来看。即摆连上市公司嘛是同款，上市公司的头家差不多已经有真侪间用抛弃啊。各位，不止是安尼，那么即摆最近军方开始一个斗争，斗争的原因是安怎？就是相对过去，一旦准备总统入来。尽管只哦，加这就讲刺探的年纪，而且讲刺探，实际上的目标就是讲，这人对一个较早是吃饼的，较早吃饼的是来争的，一个总比吃饼少，这就是。规个透过司法，和白色恐怖中心伫台湾内，只要是照着这个方式，和台湾以国民党、共产党联手统治之下，你让台湾人会惊，你让台湾人唔敢跳出来，所以。国民党这种白色恐怖，背着天海，台湾人认识小人，阿杰丢丢。各位，咱是白色恐怖的时代，是讲你俩在打，过去小打三，过去国民党部，以国事甲咱打压的时代，咱就唔惊。所以台湾人经过这个民主的考验了后，咱这个民主的精神、民权的态度，台湾人这种也不变的内鬼，这种坚决的意志，绝对是不加马英九、马英九的偏爱，那是主派主义，对不对？